嘉义有名的林聪明刷过鱼头，是过去正山眼科。我为着要了解到这栋的建筑，特别来访问林聪明先生。这是原来迄个嘉义的正山眼科嘛？对。我是安尼啊。啊，你啥物时阵甲买起来？1984年所以这栋东侧不是差不多是几层楼啊？东侧啊？有一级楼。一级楼尔吗？噶但是古早相片看出偌景诶。哦，无啦，伊外口用小龟仔壳。伊用迄个类似较早迄个巴洛克建筑了，过来咱民国时阵就过来拢做头前分个，冰石啊、水石啊，对，啊，其实内底拢木木头，内底拢平拢起啊，啊，外口个条啊是头台吼，外口个条啊做也是干那地间嘞，其实内底拢木头。啊，所以是你买啊盖啊，是原来就安尼。伊原底伊是用迄种古早石啊用个。哦，尾后我开始叫人来做庙的吼，来做站桥啊，因为尾后伊有剥落嘛，内底有一块钢筋剥落，我拄啊修剪，条啊会有修剪嘛，所以因为条啊原底个条啊拢安尼剥落，啊底啊生生凸出来，我拄啊尾用人来站桥啊吼，就是所讲的种暗桥啊，就伊拄啊拄啊时啊就安尼，啊把它补强啊，无一定把拄啊左二伊坐当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，啊，伊啥不爱做？伊个贵样尔。无爱用家属那啥拢无做吗？家属那无，拢做医生，自己搞医生代理临床。是。啊，台北个两个做医生啊嘛，一个中华路顶嘛，啊一个即卖精神病院嘛，啊一个伫成功大学即卖等于自己搞嘛，伊我认识个后生三个拢医生。大头人拢是对饲的啊。大头人，咱一般拢用水库的啊。水库，对水库，拢嘛专门水库的啊。专门水库。啊，专门水库，即摆伊若收大条，我就不爱用啊。不爱用，我就拍掉去，给别人买。啊，我就是用迄种较细尾，啊五斤的啦。啊，五斤的无够变啦，我啊走去淡水啊，喂白水鱼，来甲这淡水因来布地，因才有饲我分下的啦。哦，是这种叫做甘草鱼啊。哦，啊甘草鱼，我就底下钓五万五斤呢。哎，设备嘛无啊。哎，啊我又叫两个人专门咧收购的。哦，啊这个伊爱淡水挂咸水啊。在好食。咱家最好是唔吃水的对无？对。但伊十万一克，伊内底0.5度，还有一度的咸水，这个鱼啊要特别饲，也无活。哦。啊，所以这个鱼啊，鱼啊摕来就袂臭。啊，所以是爱混养的迄种的。混养的，伊无人饲这袂好啦，这规工做好食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爱一年有大尾啊，啊，你啊，伊是做工作鱼，你啊咧食遐骨底的料，啊，点都食不完，啊，伊是拢伫啊。所以种鱼啊，伊也伫海口来讲，伊的经济效果无介好啦。哎哎。啊，所以无啥人爱饲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安尼啦。好，了解，多谢。